7:21，早安气象时间，提醒观众朋友，雨伞雨具还是要带在身上。昨天西半部地区就出现了剧烈天气，而天气资讯我们要来请教佑轩。受到封面影响，为什么昨天会带来这么明显的强降雨呢？好，大家早安哦。确实昨天就是受到这一波封面的影响，所以带来的水汽是非常多的。而昨天最大的时雨量就是出现在嘉义县的东后寮70毫米，而目前累积的雨量在高雄茂林223毫米，屏东三地门210毫米，这个日累积雨量算是非常的惊人，相信昨天大家都非常有感。尤其是昨天上半天的时候，中南部的降雨先显著，接着午后之后北部的降雨也慢慢的增加。不过呢，目前清晨的时候，这个封面已经移至到巴士海峡了，所以虽然说清晨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在5:20的时候也已经解除了。今天整波的降雨来说是会陆续的趋缓，不过它还是会有一些残留的水汽影响，主要影响的范围就是在南部以及花东地区有短暂雨出现，另外就是各地的山区依旧要留意在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还是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在各地山区今天午后还是会有降雨。不过明天很快速的呢，又有下一波的雨势要报到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波的封面虽然说是逐渐的远离，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就会转为吹东南风的关系，所以陆续也会把洋面上的一些水汽带来。而且呢，这一波的雨势目前看起来它影响的时间算是蛮长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除了说在东南风的环境之下呢，另外呢，在华南这个地方又有一道封面会从礼拜三开始陆续的来建立，所以到时候双重的之下呢，就会让整个水汽都偏多的。但是呢，这个雨势并不是像昨天的这一波封面直接影响带来这么大的降雨，而是它会是比较断断续续的雨势出现，所以呢，接着时雨时晴的这种天气形态会一路影响到整个端午连假。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在部分地区没有下雨的时候，甚至是比下雨的时间还要长，意思是说这个降雨的时间并不会非常持续，只是它的范围非常广，所以代表说全台都是有可能雨势的。接下来的一周最好外出的时候雨伞雨具都记得携带着还是比较保险。接着就是来看到在温度方面了，今天主要是因为吹东北风的关系，所以在清晨各地的低温，特别是在北部以及东半部都可以感受到低温方面大约是只有19-20度而已，而就算到了白天，有时候可以看到阳光露脸，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还是比较高温，都有超过30度。反观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受到东北风的影响，高温方面大约是26到27度。而就算是到了明天，其实整个升温的幅度也并不是太明显，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接下来水汽都是增多的，而只是呢，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到时候转为偏南风，对，到时候会把比较温暖的空气给带上。所以北部以及东半部到了礼拜五、礼拜六，高温方面就会来超过30度以上了。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再把时间交还给淑蕊。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